我呀，看着就带劲，我今天必须得给他吃的明明白白的。先来吸溜一下他的虾脑。哎呦，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。我这个海鸥虾我吃不明白，但是说这个红魔虾我真是吃的是老馋老馋的了。再来一个它的虾脑，虾蟹撇出去。这个东西就是贵呀，它要是不贵的，它但凡稍微便宜一点，我说我都得舔舔炫的。哎妈呀，杀吧！来吧！这咋这么鲜亮呢？我以前的时候还真的是吃不惯这个红魔虾，但是越吃越感觉还挺好吃的。我这个行云流水蘸一下，虾蟹，这次这个红魔虾真是脑子这么大呢，吃太贵了，天哪，这个贵的呀它还是有贵的道理。这叫啥玩意儿？北贝。鱼呢？我看见人家吃的成香了，主要是贵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咋吃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！这个真是头一次吃，还挺鲜亮。我真是吃的稀碎呀，就来个虾。上次吃这个红魔虾的时候还在两年前吧，的虾尾鱼。我的妈，芥末真呛啊！这海鸥虾真甜，需要你吃一个不？你尝尝不？我不吃，你别动手。鲜亮，我一直都在。它是不是跟那个红魔虾似的？这个头也是可以吃的呀。现在再来一个超大个的红魔虾，那
比我的胳膊还，说不上比我的胳膊粗啊，但是挺粗的，真的是吃了巨资了。哎呀，我得慢慢的品，我得细细的品，先来个他的虾脑。哎呀，这贵的东西就是好吃。下线扯出来，哎，我这次吃比上次吃顺手多了，是不是姐妹们？我上次的时候吃，都感觉没有像这次这么顺手。再来个虾脑，哇！这要不是因为贵呀，我得天天吃的。哎呀，完了，时间不够了。